来大明星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徐俊浩，我演孟少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承阳。我是卞俊华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 Jac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庭轩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赵子赵立安。就是我们的主轴就是有一个警察跟黑帮的故事，然后我们要追查一个共同的案件，然后虽然立场不同，但我们目标是一样，然后这之中我们就会有很多冲突啊，或是合作啊，然后之中也会有激出爱的火花。还有没有就是最大的看点是什么？最大的看点，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演员，当然就是颜值嘛。哇！我自己讲的很出口哎。他们三个是颜值担当，我只能肌肉担当而已。少来，故意这样讲。没有，最大的谦虚就是最要不得的自大。哇！我们不是同一队的吗？我忘了。我们在水里面玩的那场，那场印象蛮深刻，因为那天真的太冷了。对，那天真的超冷，那天水快结冰了吧？对，结冰了，哇，好冷啊！我快要，对我差点在他怀里面冻死。而且我们又要在那个水里面，就是在那么冷的状态下，然后又不能，就我们全身都不自主一直抖，然后又要把台词讲好，还要把戏演出来。脑中是有很多 NG 很多次的桥段，但 NG 的人都是他。愿望啊，各式各样，他是花式 NG 啊，花式 NG， 他就是会出现那种意想不到的地方会出现 NG， 然后可是我们的戏是很严肃的、啊，我们是轮流这样。谁背对镜头，说这脸已经笑到扭曲了，然后面向看到那个人呢，又不能出现，就也不知道到底是要打谁，最后只好打他。最后面这个老大的人，就这个东西。后面从老大就打最后老大，打哨子打大。没有，后学弟，他是我们的 NG 担当。他不只是 NG 担当，他还是让别人 NG 担当。而且有一场我也是这样子，就是明明就那边很深情要过去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两个要那个准备要接吻，然后很深情要走过去的时候，就他讲前一句话大破音，然后我整个，你也有破音过哎，对，我是破音担当，你就老大老大老大，没有就是背台词哦，对，还有背他片，他每次都会说，哎，赵子，那个他说：“哎、欸，赵子，刚刚导演 Q 你，刚刚窝机讲你，叫你赶快下去。”然后我就这样咚咚咚就这样下去，然后他就直接，然后导演就直接跟我说：“你来干嘛？我们在拍。”哎，他说：“干嘛这样冲过去？”然后呢，我就说：“哦，对不起。”然后我就赶快上去，我就说：“请问一下，刚才发生什么？”而且因为他真的就是太呛了，有一场前面是冷到还是很辛苦，然后我上来的时候有点担心他，我们在民宿拍，然后他说赵谁，他就不见，然后我们最后找到有一个声音来人就这样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煮饭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，无论是为对方煮饭，或是别人为自己煮饭，都觉得其实浪漫。不管好吃不好吃了，就是生日的时候，然后对方就是不知道的情况下，然后我就在他家里面，然后我就把蜡烛啊、然后花瓣什么的全部这样，然后就烧起来。没有，而且我一直有注意，然后这东西啊，这个礼物摆在原地。好像以前曾经做过。我很想讲，我戏里面有一个动作真的是超浪漫，我觉得。蛮看到的，但是那个也是在后面，我不能讲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大概的不行吗？对。我的话，其实我真的跟君浩一样，就是只要有人愿意做东西给我吃的话，我就会真的。所以现在前面也是这样蹦蹦蹦蹦，对不对？就是蹦蹦。是蹦蹦在那边。对，就整个快跳出来，当时就是小鹿乱撞，对，感觉就是一个大象乱撞。就是现在剧情已经进展到我是比较厚脸皮的，就已经凑到他旁边去了，然后接下来马上就会发生一大堆我们就是围同居会发生的事情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
待。其实大家看剧的时候，应该已经发现，就唐毅其实已经悄悄的动心了，然后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精彩，后面会越来越虐。其实我们的其实技能速度也差不多啊，现在也可以看到，其实杰克对那个赵子的那个感觉也是越来越好。然后你看，我们现在我已经煮饭给你吃了，我已经到你家这样子，对，慢慢的那个魔爪已经开始要伸向赵子了。所以请大家继续看下去，我们后面会发生什么事，我觉得蛮可爱的啦，我们这组是蛮可爱的。那我们在预告中的时候也有看到落水的画面，而且大家有看到预告那时候赵子伸出咸猪手，走啊，哇，一毛，是不是到现在都没有洗手？舍不得洗手？有啦，还是有洗。你都隔了几个月之后还没洗？有啦，还是有洗。那大家如果想要继续看下去的话呢，就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 History 三圈套，谢谢。